大家好，我是何嫂媳妇阿孙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嫂大叔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扫墓。昨天前天扫了我们村的大众的，今天一样是大众的，就是我们大门口的。我们这里是大房，今天是扫我们大房的，一二三四个队的。现在在这里集合啊，这里是我们大房的娱乐场所。平时有什么喜事啥事的都是在这里摆酒席的。今天这个太公不是很远了、就是在我们村里面，多米加油，开摩托车来就可以了，加油。隆重介绍一下我们长寿村的特产荔枝，这个就是荔枝的花了，上面还有蜂蜜的。甜哦，甜哦，甜哦，吃口甜瓜瓜的。满山遍野的荔枝，孙老婆，这里不是有这个吗？这个找来吃吗？不能吃，老婆不吃这个，不能吃，这个是啥？以前我们小时候是用来烧这个的。阿妹给妈妈包，你这里。哇，这个草有的除了。看一下我们大房的，我们大房还有这么多人哦。今天我妈也过来了。说你要好好拜哦，拜的时候心里面要想个二胎，知道吗？二胎、三胎、四胎就有了，知道吗？都是我们大房的。出发了，我们去第二个地方。不要我妈不去了，要女儿不去了，跟五哥去。船长，这个五哥，五哥说要给他美颜一下，不用美颜不敢上镜了。走了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出发了吗？走啊，你开车吗？我开吧，我开吧，等下你不会走。我今天我们啊一起开摩托车。哎，妈妈跟女儿去了。妹，拜拜，妈妈去工作了。骗你，骗你，要去工作了。走，出发。好玩吗？好玩。连续几天了，累不累啊？哦，昨天坐这个车坐很久了，这里痛。坐车痛了。我是有小孩了，不一样，你不懂。现在有了，有二胎了。不是，我是有小孩啦。我们过行，快过你看。哦，你开好
准备过河。过桥。过桥。大部队过河，这个桥一直没有修，因为过到这边来就不是我们镇的了，所以这边这个镇不修这个桥啊，他怕这个镇的人来我们这个白石水赶集了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加油，加油！五哥。这个桥没有护栏啊。今天都是开摩托车的大部队。他不敢坐车嘛，下来走路嘛，你看哇，这么多人。不是不是，是我们自己。哇，还没来完，五个，这么多五个，这个又是五个。这个是六个，这个是三个，这个是二个。哇，后面有这么多人啊。这个也是五个，好多五个啊。我们这边清明节都是老幼一起出动的，后面还有一帮哦，开车慢点的，我们继续出发了，走嘛，要给你开一下车吗？啊？我开吗？我们准备到了，你看这个竹笋这里那么多，那么多竹笋，你专门找竹笋的。有竹笋的话，我去找。现在还没有啊。风车在这里了，它都到了，到了。哎，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走好远好远路啊。看一下这个满山遍野的荔枝，但是今年的花不是很好啊。这里是今天最后一个坟了，你看我们六个劳动楷模，
茶哥今天又来做火头巾，来这里学到东西没有，茶哥？学了一个破漏。昨天又跟刘三在那里指挥交通，指挥了一天。我们上龙岭是会招人啊，茶哥，招了个高材生来这里。烧猪肉啊，今天扣肉必不可少的。天天吃大餐啊，舒服吗？那我有这么多东西吃啊，啊？多吃点嘛。这个是矿泉水啊，广西的娃哈哈。